第一个动作，抬起脚跟脚趾。第一个动作，抬起脚跟脚趾。坐下，把两只脚靠近椅子的放在地上，把两只脚的脚趾抬起来，越高越好，但是脚跟需要碰着地，保持动作3秒钟，然后让你的脚放松，重复动作2到3次。做完后，把脚跟抬起来，脚趾要碰着地，放松脚跟，把这个动作重复做2到3次。是不是太容易了？如果是，慢慢的增加每个动作的次数，一直做到每个动作15次。现在试一试同时抬一只脚的脚尖，另一只脚的脚跟，两只脚相互交换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就继续吧。